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童年回忆里最怕洗头发。你绝对想不到，这种圆圆的果子可不是龙眼，它叫无患子。无患子的果壳可以搓出丰富的泡泡，是民间常见的肥皂果，被誉为大自然的清洁剂。这个是侧柏叶，孙真人实际里记载，头发不生，侧柏阴干作末，烧之固发，养发护发的效果很好。在这个基础上，家里有钱的准备一些无患子200克、侧柏叶200克、何首乌100克、苦丁茶100克、羽榛子100克、桑叶100克，加入适量清水，小火熬煮出植物浓汁。以前的人洗一次头虽然很麻烦，但都是值得的。现在我们拥有各种各样的洗发水，但是头发问题、头屑、头油、发根不牢固等等，反反复复。原来想养好头发是来自大自然的植物精华，而不是所谓的科技与狠活。植物草本可以养发，让头发又多又漂亮，也不会有化学残留。现在不用这么麻烦了，我们把它做成好用又方便的侧柏叶洗发皂，使用起来就简单多了。洗的时候搓出泡泡上头洗就行，还能闻到一股植物的清香，头皮健康了，发根也强韧，你们也快试试吧。